今天吃砂锅黄焖鸡，里面放的肥肠啊，新吃法。哎，肥肠。这狗蛋儿，到饭点了啊，简简单单吃点照烧鸡腿，还有这个我哥买的啊，这个金针菇老好吃了，这个是藤椒口味的，看一下，看，这个是香辣口味的，哎呀，这两个我都爱吃，来点，又香又辣啊！哎，太下饭了都。来个大鸡腿。再来点这个酱啊，这个酱特别下饭。今天吃个酱棒果啊，来点蒜酱。一会儿给狗蛋儿，这个汤儿泡饭。这个是酸菜馅的，这个是西红柿鸡蛋馅的，哎呀，看。
看西红柿鸡蛋馅儿，今天吃个家常菜，芸豆土豆炖粉条子啊。这里放一肚皮。you